QQ 地瓜球是台湾夜市的人气美食之一，金黄色圆滚滚的模样，一口咬下酥脆口感，地瓜香气随着脆皮通往嘴里，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，真的好赞。转转转，我转转转，老板卖力将地瓜面团放入机具当中，变成长条状后，再将它分割成小块搓圆，准备放下锅。老板的手从来没有停下过，一旁忙着下一批即将下锅的地瓜面团。火候的掌控也相当重要， QQ 球在锅里被炸得滋滋作响，等待地瓜球浮出油面，左捞捞右捞捞，老板将它们均匀的翻动。地瓜面团会随着温度而膨胀，就是我们眼前所看到金黄酥脆圆滚滚的 QQ 球。位于台北市北投市场附近的这摊地瓜球，看似阳春的路边小摊，老板一卖就是超过30年。从年轻帅哥卖到了中年大叔，不论春夏秋冬，购买人潮络绎不绝。北投在地人都推荐这家，真的超级好吃。更有人表示，从国小吃到现在，都结婚了还会带小孩来吃。一步一脚印，在北投走过30个年头，老板低调不愿露面，但是他相当的感谢顾客的支持以及陪伴。对许多在地人来说，老板卖的不只是美味的 QQ 球，更是一份勾起儿时美味的记忆。中时电子报在地好味道采访报道。